学堂。嗨，朋友们，晶晶姐姐来喽！你们看，我准备了棒棒、海绵宝宝的盲盒。嘿嘿，这里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一共九款盲盒。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和大家一起来拆一拆，那我们就动手吧，把这个拆开吧。哇，你们看，这个是海绵宝宝最标志的一个笑容。是这样子吗？嗯，把它打开咯。哇哇哇，这个好像是所有盲盒里最特别的一款，结果晶晶姐姐第一个就抽到了耶！天哪，是金色的海绵宝宝，你们见过这样的玩具吗？来拆拆第二款盲盒，这款盲盒里面装了什么呢？哇哦，你们快看，这个海绵宝宝的表情好像受到了惊吓的样子。惊吓的海绵宝宝里面装了什么呢？你们快看，朋友们！哦，哦，经典款的海绵宝宝，哈哈！快看快看，是最经典的那一款呢。经典版和金色的版本站在一起，你们最喜欢哪个呢？哇！来试试右边的是什么？这一款的表情。好像在坏笑哦，来看看里面装了什么吧。哦，是一位新朋友。哇哦，朋友们，你们认识我是谁吗？啊，嗨，你好你好，我认识你，章鱼哥，你好，好久不见呢。你的脑袋又圆了一点呢。章鱼哥，有小朋友们喜欢他吗？除了海绵宝宝，章鱼哥还有很多玩具，我们赶快把它拆出来。这一款海绵宝宝笑得好开心呢，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嘴巴也张得开开的，哈哈，像这样的表情。哇，天哪，是小蜗，是那一只可爱的小蜗牛。小蜗，你们好，我是小蜗，请多多关照哦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小蜗了，好可爱的一只蜗牛啊。我也很喜欢你哦，晶晶姐姐。现在我们有小蜗、海绵宝宝和章鱼哥，还有几位呢，要拆这个了。你看这个的海绵宝宝感觉像在恶作剧，他的表情也太好笑了吧。哇，快看，哈哈，嗨，朋友们，我来了。哇哦，这么多新朋友啊，你们好。新朋友还很多呢，有这一位哦，来看看这一个眨眼的海绵宝宝里面放的到底是什么。哇，大发，太赚了吧，派大星，给你找了一位双胞胎星哦，哈哈，盲盒拆到了同款，晶晶姐姐最喜欢的派大星。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又到了右边，噔噔，这个是张嘴笑的海绵宝宝，里面装的是什么呢？哇，吼，晶晶姐姐今天运气真的爆棚哎，你们快看是谁，棒棒棒棒棒，金色款海绵宝宝。哇，隐藏款在同一套里面出现两个，晶晶姐姐也太优秀了吧。好了好了，不知道
个是不是隐藏款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也太幸运了。这一个是戴着眼镜的海绵宝宝，看看里面装着什么吧。哇，是蟹老板来袭喽！大家好，蟹老板来了，欢迎来我的店里做客哦。蟹老板，你的员工都上班了，你今天可迟到了。嘿嘿，还有一位是谁呢？来看看最后一个有着红脸蛋的海绵宝宝，里面装的是什么？打开喽！哇，最后一个！嗨，你们好，想我了吗？听说我有一个双胞胎，我要去看看。我们是双胞胎，金色的双胞胎，我们是金色的海绵宝宝。我们虽然不是双胞胎，我是蟹老板，我是小沃，嗨，欢迎你们来到海绵宝宝的世界。我是真的海绵宝宝，我才是真的。你们猜谁才是第一个海绵宝宝呢？我来猜一猜。这都一样啊，你们去猜一猜吧。今天店铺大开张，大家欢迎来品尝。这是一号服务员，这是二号服务员，你们想吃点什么呢？我要点，我要点，我要点蟹堡王。朋友们，你们喜欢海绵宝宝吗？留言告诉我吧，别忘了点赞订阅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